小一新生只有他一人，老师说变成他的伙伴。开学了，但在花莲东海岸最南端的丰滨乡靖浦国小，小一新生只有他。他已经在后面有一点紧张了，我们是一家人的感觉，好不好？我儿子叫钟世新，麻烦你要哥哥姐姐照顾他们啦。我陪你，我也是新来的。对对对。然后我们两个都很紧张。学生只有他一人，但好处是他可以独享老师一对一教学。爸爸好，爸爸好，我们在打招呼。哦，他们在打招呼，你怎么知道？他一个人练习可能会觉得很孤僻。老师要变同学。对对对，就是让他不要有孤单的感觉。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。中心绝不让你一个人报道。